哎，各位好，我们今嘛准备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哎，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晚安。今天哈，风台天啦哈。啊，大家安尼足辛苦，啊，搁足有心吼，来到遮，对啊。啊，咱民政府，咱台湾政府啊，吼，近摆啦，外口咧做风台，咱遮拢安尼无啥有风摇，吼、哦。这是甲各位恭喜，啊，甲咱台湾政府吼恭喜。啊，今仔吼、啊、要甲大家吼讲的，就是讲，无要破病的生活吼，啊，咱想要无要破病，大家嘛想要无卖破病，对唔对吼？啊不过呢，我借问遮在座的各位哈，有人讲哦，我安尼足幸运的，拢真正唔捌破病过，唔捌听过的人，会使甲举手一下无？身躯唔捌讲倒一个有一个所在会疼，有白疼，捌无？唔捌哈，是啊。既然是唔捌，为甚咱讲吼，爱互咱无破病，啊，咱安怎互咱无破病？咱今仔吼换一个这个头壳，换一个想法。来看卖一下哈 ，OK， 好啊，我个人啊哈，我本来是妇产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做了三十几年，啊我做这个整形美容外科哈，已经做差二十几年了哈，本来已经红多红七八年啊，为今年开始过做，啊做医生哎，刚才这几刀啊个无生生了哈，好啊，我上届迄个对不起，对讲哈，我上届用力的都是这块。哈，综合抗老化整合的哈，抗老化的这个医疗工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是妇产科，都就无用啊，搁做这个整形美容，我无用，所以呢，我有一摆甲患者开刀时，我甲你倒落去心脏，甲迄个毛躁症同款，哈，心脏血拍袂出来啊，啊，我倒讲话，我倒转来，啊，迄个时阵，这个食药啊，中间心电图近摆呐。近摆来去检查出来，看报告，我家己看，我家己就足艰苦，因为药啊在吃，心电图无正常，吼、哦，唔是讲我药啊在吃，啊心电图都正常嘞，啊所以迄个时阵就家己就觉醒啦吼，觉醒啥就讲咱即马在吃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咱不管是心脏也好，肝、腰子，还是高血压，吼、哦，这个糖尿病即马上多嘛吼、哦，这药啊咱在吃的时阵啊吼，拢安怎吃法嘞？各位知影嘛吼，我去摕三个月，哈、哦，慢签连续处方签嘛吼，三个月摕了，啊，搁去摕无？搁去摕嘛，对不？啊，敢病有食好？无好。啊，咱讲心脏病，我药一直食，食到尾啊吼，我若要过身要死是安怎死的？心脏衰竭，啊、哦，高血压要死安怎死的？嘛是这血管的问题死去吼，无因为我食药还好吧，所以我家己惊着了，因此吼，我去学一头堆物件，就是咱这个吼，不管是咱国内的、国外的吼，只要有新的、旧的，我拢去个学啦，古典的、现代拢个学，有一头堆，啊一头堆从啥呢？就找遐个中间对咱身体真正会好的，个捡起来来修理咱的细胞。啊！就讲这间厝即马歹去啊！我若要甲这间厝要阁整修起来，我是毋是爱有足侪无同款的工人？啊，足侪无同款的材料，啊，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工法。这间厝我要安怎整理？这间厝要安怎装潢？啊，得有一个迄个设计师来甲咱设计好势，啊，用足侪无同款的方法来甲这间厝修理好。即我们个，我即马我心脏歹去，我细胞歹去啊！啊！这个细胞，一个细胞是蛮复杂的，比一间厝哈，伊的精密度，哈、哦，可能是万倍以上。啊，咱那常常想讲，我用一贴药会好好，一贴药是啥？一贴药是毋是我们一个囡仔的好啊？你都不管伊为什么好，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都出片给扒落去，袂好。无听伊的好，啊，你都想讲，无代志呀。咱即卖药是毋拢是安尼？哦，啊！但是我即马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吼，我安尼用汉者整合的方法，啊、哦，家己整合，我即马药也免食，我药也免食哈，
心脏药也免食，我心电图正常。我血压上较悬的时吼，有冠冠200/2，下骹83。但是呢，我吼血经改可以软化倒转来啊，哦，改治疗倒转来了后，我即马吼我免食药啊，免食药，我血压是101/102。唔是讲食药啊，咱得控制，控制迄个血压正常。我药啊得食，血压一个量正常，我就欢喜的。哦，可是你知影，咱迄个高血压的药啊，是甚物安怎的作用？你知影无？咱的血经唔着硬嘛，顶起嘛，所以血压会升悬嘛，对不？啊，即马血经硬硬啊，啊，血压要较大降的时阵啊，吼，伊就无迄个弹性啊嘛。少年啊有弹性啊，伊自然减开。哦，啊，到时诶，这个伊的这个状况消息，伊就倒转来，又弹性。可是咱即马血压悬的人，伊血压硬起。无弹性，所以只好食药啊，和这个血筋本来是安尼较粗，即摆和变更较粗，就是扩大了吼，哎，啊扩大伊迄个水血的这个流的速度就减较慢去，啊对咱这个血筋的伊的迄个压力就较小，所以咱量起来的血压正常，你是欢喜的，哎我血压正常，可是咱搁来换一个方向来想，吼。伊这个血经硬化的程度，是一年一年较硬，还是一年一年较软？较硬嘛，吼、哦。咁咪因为这个食药啊，伊就血经会软去，无吧？对不对？所以你怎有需要3个月药啊吃了，搁去提药啊？3个月吃了，搁去提药啊？假使伊若甲你讲，你若食一年、两年，你血经都会软去，免搁食药啊？啊，我食一年、两年药，我甘愿吃无？甘愿嘛吼，可是你无法度嘛，对不对？吼 ，OK， 啊有这个今年年初啦吼，应该是年初左右，就是咱这个维生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咱高因为高血压啊死亡的患者中间2/3是长期在吃药啊，吼是长期在吃药啊，哦，所以咱这个高血压以前想讲，药安尼吃吼。啊，伊的这个并发症无法度改迄个消除，咱都提早控制，有无？所以以前本来是105，下骹90开始食药啊，尾后果咱提早控制，104下骹40，下骹90开始食药啊。即卖是103下骹85就开始食药啊，吼。啊，佮有医生讲，你若超过102下骹80，啊，就要开始注意了，吼。啊，到底是要哪注意？医生跟你讲要注意，咱要安哪注意？哦，胆固醇以前讲上关卖超过205，尾后讲咱提早控制202，即马6-200，哈、哦，6-200，以后会阁落无？会落到讲你要落到100无？哦，你看哈、哦，看这个趋势会无？啊、哦，迄、那个血糖同款，以前讲饭前卖超过102，尾后讲卖超过101，即马讲卖超过100。伊个标准一直降落来嘛？为什么一直降落来？讲起来是咱这個医生吗？唔是医学界，规个医学界无法度嘛，无法度来对付这个慢性病嘛。所以咱就想讲话提早给伊控制，看会较好吧。结果无法度，只好一直降嘛。哈、哦，所以咱今日来讲这个无要破病的这个生活哈、哦，咱换一个思考来想。啊，当然啦，破病是上个简单讲病痛哈。啊，咱来讲这个痛，好，啊，咱不管是痛、艰苦了、破病了，咱拢想要找好药嘛哈。可是咱看一个少年啊哈，感冒，咱来去找医生提药啊吃。啊，有的不一定少年啊哦，有的较勇的，伊嘛讲我感冒无去吃药啊，那我说我老老的尔嘛无去吃药啊，会好不？伊无去吃药啊，无去找医生有好不？有无？啊，会好无？感冒无食药会好无？会吼，脑塞无食药会好无？你手挂一空，先加空啊！我无要插伊，会好无？甚至无买药嘛有好去，对不对？吼、哦，咱这个病是安怎好的？咱去食药啊！吼，医生叫医生看，止疼的时阵，医生给你止疼，发烧给你退烧。老给你治疗，对不对？所以所有药拢是在治病，还是在对付这个症状？对付这个症状，对不对？啊，这个药是啥呢？
伊话只不过是甲你减轻你的痛苦嘛，减轻你的症状嘛，疼止疼消，吼、哦、退烧啊、哦。所以这个药啊呢，伊实际上呢，伊是咱治病的助手，伊是治标，无得治本。啊，但是伊治标，咱就好去啊。啊，是安那好去？我以后是在治标呢，无治本呢，哈！啊，想那好去，安怎？自然痊愈力，家己好个啦。好、哦，了解无？你手去刮着，伊家己好去。啊、哦，你感冒、闹塞、无差别，家己好去。你无吃药，家己好去；吃药嘛，家己好去。所以吼、哦，真正好病好起是你的自然痊愈力。不是医生，我医生做遐尼侪年啊，我即马才感觉讲啊，我医生实在是无效，我只不过是在帮忙，互恁减轻痛苦而已。哦，你若病要好，爱靠家己。可是呢，糖尿病高血压，啊、哦，你家己袂好，医生阁靠袂掉，只好药啊一直控制，一直用食药来控制。哦，啊，咱这为什么靠袂掉呢？因为咱吼要治这个慢性病，你用同款的想法嘛，用同款的想法在治你的慢性病嘛。所以吼，你当然你干来当控制病情，病无法度好吼。啊，咱即卖讲病就疼嘛吼，咱来讲一个疼哦，物只过一个就是讲药啊，咱拢知影吼，伊药啊吼，治标啦，唔是治本，啊，过一个上界上糟糕的代志就是。伊药啊，嘛是毒嘛，对不对？啊，药啊，食济会安怎？哈，产生副作用嘛，对不？哈、哦，这是咧上界害的嘛，哈、哦。啊，咱咧讲嘛，哈、哦，这个疼嘛，哈，病疼病疼，咱咧讲疼。啊，这个丁科，哈、哦，这个长期的这个病，是安怎安来甲咱困扰？咱咧看嘛，什么原因？哈、哦，原因就是第一个，可能是这个外力啦，哈、哦，外力，哈、哦，跌打损伤。啊，这就是有可能发炎。那咯，有疼的所在必有发炎啊。过、哦、来，可能血梗哈，易、哦、收缩。像讲咱的头壳疼、偏头痛哈，跟迄个血梗收缩有关系。好来，过来恶性的肿瘤，就是像癌的末期啊，哈，癌末啊哈，会足疼哈、哦。OK， 啊，咱普通对这个疼，咱的治疗是安怎治疗？传统的治疗的方式啦哈，伊、哦。可能用咱就足侪用消炎止疼药啊嘛，都阿在讲消炎止疼药啊。啊，这消炎止疼药就是讲，咱可能遮个问题，产生这个疼，啊疼呢有这个神经诶，迄个传导了哈，神经甲你通知甲你脑来，你感觉疼。消炎止疼药就是伫这个传甲脑的这条路的中，甲你切断去。哈、哦，消炎止疼药就是安尼，甲你切断去，好你这个。迄、那个疼的，这个感觉的神经无传到你脑，你就袂感觉你疼，所以你无疼，你就是伊好。但是伊无好，所以过一段时间，伊阁疼起来，吼、哦。啊，咱传统上呢，啊是用针灸，啊针灸对一部分的这个疼吼，伊、哦、效果也袂歹啦，吼、哦。OK， 啊拔罐，有人用拔罐的，吼、哦。OK。按摩啊，舒压治疗哈、哦，但是有当下咯，常常拢无阿多就近，无阿多特地。好，咱即马来看哈、哦，咱看咱迄讲迄原因，可是咱即马来讲一个基准，真正伊即个迷迷瞪疼甲顶科，伊主要诶迄个基准是什么？主要就是有即个致发炎物质，就是讲引起你发炎，引起你疼。这些物件哈，在这个细胞的中间底下脱掉的，哈，底下在给你压迫你这个细胞，哈，啊，伊哈一直哈，安尼不停，会释放这个无正常的这个神经的传导的物质，哈，一直个闹你，让你感觉疼，哈，这是最好的这个基准，啊，所以呢，咱即马哈，咱来看，这就是咱这个细胞，这细胞是清清气气。细胞甲细胞中间吼，有足侪人讲体液嘛，体液就是有一挂水分，哦啊，咱一挂营养分啦，细胞的迄个垃圾巴拉会拢会使有只处理，啊，经过淋巴到血管，到血管啊到迄个油脂啊，胃就排出来哈、哦。OK， 好啊，这堆的细胞呢，都、就是和这的物质垃圾巴
致发炎物质啊，底下截掉的，啊，啊，这些细胞拢好，这截掉，所以这细胞营养分也不容易进入了哈。啊，这个细胞也废物哈，啊，排不让出来，细胞被穿溃，被呼吸，氧气会不足，所以一点点为这三型问题的听 ，OK。啊，咱今嘛哈，有一个新的这个治疗听的方法，用安那什么方法来治疗？咱讲好做神经调理自然疗法，哈，细胞间域引流疗法，的为这个细胞的间域中间，将这个致发炎的物质哈，把引流掉，给引流代谢掉去哈，啊，将这个病痛引起病痛，这个神经的传导的不足，赶快给引流代谢掉去。那安尼的时阵啊哈，伊的三型什么情形？来，咱来看。用这个细胞，咱拄只看，只只一堆垃圾啊，吼，只点只，吼，咱给引流掉去 ，OK， 引流愈清去，啊，这个垃圾会清走去，啊，为这个淋巴、血液、肾脏会走去 ，OK， 会安怎？咱这个细胞未阁受到压制 ，OK， 所以伊局部呢，这个废气的循环会较好，啊。啊，循环好去，所以呢，伊的迄个细胞营养分伊食会当入来，伊的垃圾物排会当出去，氧气会当入来，哈、哦，所以呢，伊的抵抗力、免疫力会提升起来。好、哦，啊，咱身体啊，哈，会为失去平衡的病态的中间，已经快速的复原起来。好、哦、，OK， 好、哦，这是治疗哈，咱来看卖，安尼的治疗，这是干哪想法？安尼想，也是咱做会到，哈、哦，是毋是有效？好、哦，再有几个案例，予大家，哈、哦，看，这个三十年，哈、哦，三十年头痛，哈、哦，肩胛头痛，好、哦，一个月好去，哈、哦，一个疗程是一个月 ，OK。啊，这是哈、哦，有二十年的迄个慢性射物腺炎，哈、哦，迄、那个尿泡腺一直在发炎二十年，哈、哦，用这个两个疗程，两个月好起来 ，OK。再来，好、哦，这是胃食道逆流。就是迄自律神经失调，像一车生哦，口误啊，哈、哦，这一三年的历史，啊、哦，一个月好起来 ，OK， 这是肠燥症天了，放屁天了，唔是闭结毒，闭结就是闹塞哈，这个一两个月好起来 ，OK， 这是哈真严重的三叉神经痛，迄三叉神经痛啊，哈，大概人捌看过人安尼疼的时，迄是足疼的，这个患者初初来的时阵是一直哀。大声哀，大声哀！伊听到安尼吼，伫厝拢想大声哀来。吼，啊，咱这吼治疗两个月了后，伊已经较好啊，较好了后吼，已经好啊。本来是啊，足强的迄个止痛药啊啦，吼，即卖讲普通的止痛药就会使。为什么要搁治疗落去？七十八岁的老伙仔，伊若无提前好伊吼，伊就无得搁治疗。哦，这也是真正吼，真悲哀的代志。OK， 那我们再去看卖。好，这是工程师心悸、心脏皮薄菜，哈、哦、啊，这个、这个胃、心肝头拢安尼烧热、烧热安尼哈，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迄个症状啦哈。伊、哦、治疗三个疗程，三个月好去，所以有当时唔是讲你迄个病愈久啊，都爱愈久的时间来治疗，看伊这个垃圾物伫这个细胞间隙中间，伊吼沉偌深。啊、哦，那点较深，咱都需要较久的时间。OK， 好，再来哈、哦。好，这是哈一摆哈，种七支的迄个假喙齿，种了一个月也未食，未讲话，拢会疼。好、哦，啊，这是一个月好去，对不起。啊、哦，一个疗程一个月好去。好、哦，啊，再来。好、哦，一直放屁十年。啊、哦，这两个疗程好去。好、哦，啊，这是哈，咱、哦、的颜面神经麻痹嘛，啊，面歪去哈。哦歪一边，歪一边已经有三年啊，好、哦，有两年是的，哈、哦，有两年啊，经过三个月治疗好起啊 ，OK， 然后这是迄个带状疱疹就是飞蛇啦，哈、哦，因为后壁一点那靠到这头前来，啊、哦，足严重，痛到暗时袂困起，哈、哦，啊，咱用这个方法，第二天就开始迄、那个几粒几粒的迄、那个。疱疹啊哈，都已经在打，开始在打哦。哎，治疗差不多哈，两三天伊都拢袂疼啊，啊，差不多真紧一个疗程拢无问题。迄这是逐天来治疗的啦哈，逐天治疗咱是
一个疗程一个月是两天一拜，两天一拜，哈、哦，所以一礼拜三拜，哈、哦，四礼拜一个月。啊，伊这吼、個，我叫伊讲遐尼严重，咱逐天治疗，所以等于讲包括会完全好去，哈、哦、，OK， 好，再来，好，这四十年鼻窦炎做失败手术，表示这个手术无成功，所以失败了后，还佫定定在发作，红、疼、肿、流、流鼻、流鼻骨。啊！哎，一直咧食抗生素，吼、哦！啊，这个吼、哦、知影了，吼、哦，嘛该做治疗。结果吼、哦，两个月治疗了后，我伫写这篇的是两年吼，无个复发。OK， 好、哦，啊，这是一个少年查某囡仔，骑奥托拜跌落去，结果伊这个颧骨，吼、哦，颧骨有裂伤骨折，一个月面还阁肿，阁袂当食，啊，讲话阁袂使吼。结果伊伫林口长庚，林口长庚叫伊开刀，伊惊着。等下心跳，心跳以前好多属性，即马好多太大，伊嘛叫伊开刀，好、哦，阿姨也惊着，啊，叫伊个朋友个介绍来，我该做，该做这治疗，我嘛是逐工该做，因为这较严重，哦，结果三工症拢消去，开始会通食物件，哦，结果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差不多，因为逐工做嘛，所以差不多两礼拜拢好去啊，免开刀了，哈、哦，所以咱我来讲吼，咱用自发炎物质。为细胞精液把它引流出来，这有效不？哈、哦，哎，那有效哈，张大家来做嘛哈、哦。再来这个是哈，迄、哦那个子宫癌开刀了后，哈、哦，开刀了后哈，一、哦、个做放射线治疗，了后一直去疼，啊，疼到哈，马街甲先得一直马街开刀，啊，先得舒心啦哈，叫伊讲哎，安那遐尼疼哈，甲你用最好的止疼药，咱讲找上好的药好嘛。伊嘛找上好个药啊，可以找甚物款上好个止疼药啊，可以伊照常无得止疼，所以医生就想讲，那安尼有需要去切迄个神经，哈、哦，要把神经切断了哈、哦。但是这个哈、哦，我该用这个方法做一个疗程尔，完全好去啊。OK， 啊，这就是哈、哦，膀胱发炎一直咧发作，哦，啊，常常哈，常常就是爱频尿，常常爱放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哎、啊、呀，那加放以后呢，开始就会较会疼，啊，放尿会疼，啊、哦，这已经五六年了，啊，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哎、欸，一个疗程一个月好去，好、哦，这是哈、哦，这个方法哈、哦，啊，顶回哈，可能咱家有一挂东西，顶回我看过我目睭哈，一弄一个哈，规足红的，啊，足红的红噶哈，这足红的即摆是还阁看到白白，迄是规个拢白的，拢红去，啊，啊，咱这个迄、那个自发炎物质用这个方法。把它引流掉，血脉当引流掉嘛，所以我用这个方法来好去哈。啊，个这個，这個、就是有无了？有看到无？这边拢麻痹嘛，这是我治疗中间啦，治疗中间已经真好，已经有较好啊哈。啊，我前几天啊都要去闹掉，闹掉哈，规个脚盘肿起来，乌青炎血起来。迄是拜礼拜暗，拜一暗时的代志。拜二我开始做治疗，今仔拜六吼，刚才我本来拢跑到行，吼、哦，各位看我今仔会当行。当然，即摆阿伯我阿伯完全好啦，应该敢那离二三四五治疗四天了嘛吼、哦，没有完全好。即摆各位当看到迄个乌青的所在，但是我会当行，吼、哦，就是他很快的就帮忙把这个引流掉，好 ，OK。那但是这吼，这是咱讲疼的代志，但是疼的代志啊吼，唔是今仔我要讲的这个重点。也讲个点点是讲，咱爱卖破病嘛，吼、哦！啊，病一般个迄个急性个病，感冒、漏塞，无啥物大问题。伊家己会好嘛？咱今要讲是这啦。所以咱讲台湾个吼，十大死亡个原因吼，2010年吼统计是啥？各位你看吼，癌、心脏个病，吼、哦、中风个病。细胞的病、糖尿病，啊，属高的伤害，哈、哦，这个是细胞的病情，肝的病、高血压病，哈、哦，啊，个腰椎的病，你看，除了这个属高伤害以外，所有的拢是慢性病嘛，哦，所有的拢是慢性病，唔是急性的，急性都要讲嘛，那药啊有吃无吃也好啊，但是急性的你吃药啊袂好啊。咱拢一直想要找好药啊，哈、哦！但是一直找到大甘药，阁有好药，都、就是找无好药嘛。所以药厂阿阁一直阿阁要发明好药嘛，
吼、哦，啊，咱今仔来看卖，咱换一个思考，换一个思考，吼、哦，你药啊，吼，你要发明一个好药来治我的病，实际上是无法度的嘛，搁较好的药也无法度，伊拢是治标尔嘛，对唔对？咱即马换一个思考，是毋是咱会当家己的这个健康，吼、哦，家己会当家己迄个至少80%高上以上。我家己也当来悲观把关，哈、哦，好，咱再看下去 ，OK。所以咱即马等落只慢性病嘛，哈、哦，咱拢安怎？赶快嘛！即马大家想法哈、哦，慢性病嘞，即个病要安怎？第一个想法一直赶快都就是要搁找好药，对唔对？找上好的医生、上好的药啊、上好的检查、找上好的治疗。啊，这个治疗就是干哪找药啊？是不是安尼？哈、哦，即马目前大家思考还搁安尼嘛，哈、哦。哦，咱阁看卖，咱要去地找一个好药啊呢，哈、哦！而且咱这个食药啊，注射食药，敢保证病真正好起来？咱讲好是安怎好做好呢？免食药啊嘛，伊袂阁艰苦啊嘛，安尼唔则好做好？唔是讲药啊在食在控制，我血压量起安尼真正常，我迄个血糖安尼检查起来正常，安尼好做好？唔是。啊、哦，咱爱药或者是我无食药啊，我正常，这种真正好嘛？哈、哦、，OK， 好，搁再一个，就是讲我食药了后，我产生的这个副作用，我是要哪处理？好、哦，你若产生副作用，要哪处理？咱看迄老伙仔哈，老伙仔咧食药啊，伊本来是因为食高血压药啊，哎，不晓那安尼药啊，愈食愈侪有无？有无？是不是产生副作用？咱够用药啊来控制这个副作用，对不对？啊，有并发症够用药啊来控制，所以药啊愈吃愈多嘛。迄老伙仔嘛去迄个病院摕吼，唔敢唔是摕一种药啊，两种药啊，有当摕一大包啊，足侪药啊，是不是？啊，用药啊过来控制这，所以吼，这第一美国啊吼，一年吼差不多我会记你一年有至少那种60万。可能这个数字记不太清楚，因为吃药啊引起副作用了后，艰苦不得不去入院大医院，为着副作用大医院，哦，啊，因为副作用啊，死亡的患者一年那阵有20万人来看，所以我这数字哈，后个我再过个迄个调查清楚起来哈，所以副作用你要哪处理？佫是用药啊来处理，啊药佫产生副作用，所以呢药啊愈吃愈多一大堆，吼、哦。咱来看嘛，咱药啊吼，食咱拢知影，会伤两个真重要的，咱的内脏伤到啥？肝肾、肝甲腰子嘛，对唔对？吼、哦。啊，介济人，咱台湾人吼，台湾有一个第一名是西腰子，哦，台湾西腰子是第一名，世界第一名，迄是台湾之光啊，台湾之耻啊。啊，然后台湾人吼就爱食药啊嘛吼，出国去啊吼，当下唔是买啥物好食的物件，是买药啊回来。介侪人出国拢买药啊，对唔对？啊，啊药买回来唔是家己食，有当阁分亲戚朋友厝边隔壁食，对唔对？所以你是好心啊，予人提药啊食，啊是你无意中去害着人，啊。咱今天又换一个思考来想一下哈 ，OK。所以咱即摆看卖哈，就是讲吼慢性的迄个肾衰竭啦哈，就讲西药剂。好，西药剂的人第一名是啥哈？佫唔是食药啦，是糖尿病药哈。啊，糖尿病的人吼又就认真咧食药啊，啊甚至咧注个胰岛素有无？哎，就认真注射，就认真食药啊。可是呢，伊嘛是爱西药剂，嘛是卡去红毒等去，截肢去。哦，所以伊有讲，我好好啊控制我的糖分，我都袂西药剂，我都袂迄个去毒卡无。敢会保障？有保障？有甲你保证无？无保证哈。OK， 好，那我们再看卖哈。这孙来张是食药啊，啊，恁点的药啊，拢想着讲，就是西药啦哈。我有一年民国1996年第一台北哈，有一个是南方的老人的论坛哈，我有去报告一个迄个题目。啊，咱大家报告了后，下骹都有一个迄个听众就讲，哎，这个食药啊危险药哈，咱拢来食中药，卖食西药。啊，当时哈有这个张伯雅啊，张彪就是以前的卫生署长嘛哈，伊当时在场，伊紧来起来讲，拜托，大家唔通有这款迷思，不要有这个迷思。因为台湾的西药剂，因为药啊引起的中间的三分之一
是中药引起的，啊、哦，甚至有一个中医生，哈、哦，伊家己肝有问题，所以伊食龙胆泻当汤来补肝，固肝嘛，固肝固五年，哈、哦，肝有固着，唔知影，结果迄有一天他昏倒去，送去病医，一个看啊，药剂歹去，开始写药剂，啊、哦，中国有一味迄、那个减肥的这个中药，哈、哦。卖到澳洲去，结果呢引起人澳洲的人迄个药剂歹去，药剂歹去，西药剂，所以迄个药啊，都转去给迄个禁忌去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药啊内底含一个叫做木通啦哈，木通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马雕林，迄损害的药剂。所以哈，我咧读中医，我本来差一点仔中医的迄个博士啊，甲摕到当啊，我即卖自然医学博士嘛哈。好，我去读的时阵是伫美国读，无伫。诶，中国读，因为中国读吼读无啦，因分开教学，分开教学吼，因咧学生啊重点教学，啊，把位吼讲澳台，我讲学生啊，啊也教学啊，是另外的教学，哎、啊，那边重点教学啊，这边上课打屁，啊，你啊考试考未过，咱就知影考试考未过，安尼就过了吼、啊。OK， 所以学无，啊，我去美国学，啊，美国学遐个教授为上海、南京啊、北京。啊、哦，迄、那个中医大学去的，因为好教授出来，结果因无想要回去，无想要回去的时阵哈，因就底下摕工作证、单据卡、单迄个美国的迄个证件嘛，吼、哦，所以因啊就认真去教，所以迄个大学再个聘书上会好因嘛，因一年一聘嘛，一年一个聘书，所以我底下当学较好的这个中医，好、哦，啊底下吼有两个教授，一个上海来的，一个是北京来的，这两个教授啊哈。我在上这个中药课的时阵啊，那个教授拢讲，中药是有作用的嘿，你唔通叫是无，吼、哦。所以恁在那想要做中医，就一定爱了解这个代志，爱注意。不过咱家患者拢讲，啊，我这中药药材拢是天然的，无败害。OK， 好、哦，最后咱带来做参考。不药啊，拢是药啊，咱知影就这药啊。迄、那个武侠小说内底很多的毒药，迄唔是用药草去提炼出来的吗？是唔是？对嘛哈，所以不是讲天然的物件无毒，不是哦哈，看你安怎选择哈。OK， 好，再来啊，上盖这就是这个哈，止疼剂啦、抗生素加这个药剂哈。好啊，再来就是啥高血压哈，高血压啊引起血友剂的哈啊，其他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啦哈，啊有机发炎啊加老化。好 ，OK 哈，这就是咱来药啊，乌白吃哈，真正乌白吃，真正健康去损害到咱的药剂。啊，所以呢，既然药啊有百害，啊，无咱就改食保健品，好不好？即马足侪迄个直销、传销嘛，拢咧卖保健品嘛，哈。所以咱这个保健品啦，哈，足侪人在食，即马改足侪人食这个保健品啦，哈，哈。啊，食安那，食足侪嘛，哈。所以保健品的这个市场，一年哈有800亿，足大诶，哈。啊，尤其现在又用直销传销的方式在做的时候，在吃的人更多，但是为什么病的病程有减少吗？不减少，病有又继续去吗？病程有又在增加吗？啊，这就真诡异哦，照你说，我们保健品真的说吃对我们的健康有保障，大家都在吃保健品，啊！你病院一个一个关掉啊，但是为什么无？哈、哦？为什么无？哈、哦？这咱来探讨一下哈、哦。那吃保健品也袂使，吃药也袂使。啊，到底咱的要让咱健康，这基本的要素是啥？各位，知影无？什么原因会当让咱健康起来？啊、哦，袂当靠药，佮袂当靠保健品，咱来靠啥？啊，靠运动吼，哎，心情太重要，嘿，对，吼，哎，无唔对哈，哎，运动讲，哎，我有高血压无？我来运动，哎，啊，我有胃疼，我来运动，大家拢想运动，啊，那运动啦，拢真正会好。美国上个美国人上个运动，美国人个心脏病嘛足济，哈，还有帮忙。咱来看下哈，咱今仔讲个就是基本要素。啊、哦，是啥？有无？都要讲吼，你无食药啊，感冒也好，无食药啊，落菜也好，靠的是啥？靠这嘛，对不对？
靠这嘛，咱出世的时候，老母都给咱了嘛，哦，上天就已经给咱了，这是天父的嘛，哦，像灵魂是天父的，健康是天父的，了解不？哦，因为你好，这张给你，这是啥啦？自然痊愈力就是啥？你的细胞家己会当去修理家己，细胞歹去的家己会当修理家己，伊就会好，哦，这是天父给咱的，哦，但是呢，为什么伊无去？咱这个细胞的真完整啊，真完好的一个细胞，为什么咱这个天赋和咱的这个自然免疫力无去？为什么？因为咱这个细胞受苦受难啊，受什么苦？你三天无食会苦无？三天无食有苦无？细胞本来完整的，结果呢，只欠只欠欠欠一大堆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营养分，是细胞欠的分子营养素，啊、哦，你欠嘛，啊、哦，你受苦。啊，个一个就是你一天一天互人拍一个，啊，第二天互人虐待一个，哈、哦，互人弄一个，互人怼一个，互人怼一个，安尼有受难无？有无？你互安尼讲讲，东倒西歪，有受难无？咱的细胞受苦，搁受难，啊、哦，难怪也破病。所以咱的这个主人自然痊愈力为安怎会歹去？因为咱的细胞吼，伊受苦阁受难去嘛。啊，所以吼，咱要让咱这个自然痊愈力吼，会当吼回转来，啊，一定爱这个，卖好受苦，卖好受难，对唔对？安尼对唔对？啊 ，OK， 安怎好卖好受苦 ？OK， 这个就是伊无搞歪咱个家里边嘛，啊，伊去帮公掉迄个减掉去嘛。所以我常在咧讲吼，这个健康吼是讲实在话是足简单嘞，都是一个加法加一个减法，哈，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减啊，这个细胞完整起来，这咱合作分子矫正，细胞分子矫正，一再分子矫正，刚才讲啊，伊有啥物营养分，啊，咱都要改添落去，好去完整。啊，但是咱咧想讲，这个病吼，哈尼歹啊，我要好较水，我爱油菜。对不对？迄就是加法嘛。啊，但是你这油菜进前，啊，伊遐多鼻癌呢，遐多囡仔干咧画干咧乱七八糟。啊，只要无先清掉，你油菜敢擦得水？会无？袂。啊，所以都得要先做减法，先做还是加法先做？减法。我你一定要先甲清好些，再来加嘛，吼。哈，清好些，你再过来油菜再来水嘛，哈。啊，这安尼怎有法多真真正正做一个迄、这个细胞的迄、那个？矫正了哈，矫正 ，OK。好，安尼的时阵呢，伊细胞伊家己都有法都去修理家己啊啦。细胞若歹去，靠细胞家己修理家己，啊、哦。所以咱这边爱靠家己来修理家己，靠医生靠袂住，靠药啊靠袂掉，靠保健品嘛是靠袂掉，啊、哦，咱来看哈，要了解哈、哦、，OK。好。安尼的时阵，咱的自然痊愈力就回来了，免疫力回来了，抵抗力都回来了，这样对不对？所以哈，健康的基本要素是啥？基本的要素是爱啥？爱咱这个自然痊愈力，对不对？所以咱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自然痊愈力回来就对了，哎，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今天来探讨，咱安怎好家己自然痊愈力回来哈？好，我们看一下，咱要要好自然痊愈力回来。啊，讲起来，拄啊在讲真简单嘛，都、就是加减法嘛，加加减减尔嘛哈。啊，问题是你要加啥，要减啥，要安怎加，要安怎减？哈、啊，咱一个细胞是遐尼复杂，这一个细胞哈，遐尼复杂，内底细胞核啦哈，有 DNA， 啊，有这个哈。哦，内质网中心的一大堆，足侪物件，足复杂的物件，哈尼复杂，这是细胞膜。咱来看，干那这个细胞膜一点啊，哦，伊的组织，这一点的细胞膜，都有哈尼多哈尼多不同的那个分子，一个一个的分子，这个磷脂质，够蛋白质哈，蛋白质够胆固醇啊，够、哦、这个多糖体。咱的细胞是哈尼复杂的迄个结构。哦，啊，咱不能加，不能减，这是干那细胞膜呢？啊，细胞来对嘞，啊、哦，所以呢，因为太复杂的关系，所以我只好啊去学汉尼侪物件，
啊，我好像叫一个油漆工无够，我着还阁叫木工、着水电工、哦涂水师一大堆，用各种无同款的这个材料、无同款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着爱学到遐尼多？哦，原因就是安尼。这去美国提这，毋是讲清清菜菜像伫遐安尼下当来，毋是。迄读册了，先毕起了，转来做。啊、哦，转来做治疗，治疗了后，我差不多要提供六份完整的病历去予美国个教授、美国个阿多个医生，头前吼、哦，我大概得甲你考试，考试有过，啊、哦，证件真有，啊、哦，所以甲去中国去边提，这个证件无同款，啊、哦，就是安尼吼来做咱的这个哎健康的加加减减的方法啦，吼、哦，啊，咱咧讲要加啥，拄只讲的都是分子营养素了，吼、哦，啊。好，这分子营养素哈 ，OK， 啊，要减的是减啥？好来，要减就是减这个，哎，这些毒物咯，毒素哦，毒物，哎，啊，是安那，就减毒啊？为什么讲叫做毒物甲毒素？哈、哦，咱来看什么叫做毒物？毒物就个亲像蛇、牙缸，啊、哦，好，哎，这种接触的胖，啊、哦，像核桃胖，从细胶胖都给这样定死去啊。芳，啊，是讲像曼陀罗这植物啦，吼，因遮个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身躯顶端带有这个毒汁、毒素，这款的迄个动植物或者毒物，啊，毒物的身上、毒物的因的身上带有毒素。啊，为什么咱这个毒物、毒素爱从哦分得清楚？咱入来咱身躯内底的毒。嘛是同款有毒物、有毒素，咱甲分清楚。因为蛇咬着，送去病院，你爱甲医生讲，你予什么蛇咬着，爱无？若无甲医生讲，医生三无脏，那用唔着这个解毒剂的时阵，哦，对你的病吼，可能不管没有吼，唔是无好尔，可能佫另外无害，袂使一定要从清楚。所以咱即摆嘛是甲咱身躯内底的毒物毒素冲清楚了后，咱才知影要安怎来解毒，要安怎来排毒。吼、哦，咱有当体咧讲解毒、排毒，吼、哦，你有可能排掉，有可能解掉，啊，有可能解唔掉。咱从个清清楚楚，都是要解好掉。吼、哦，咱的减法做了好，加法做了才会好势。好，咱来看哈、哦，咱要解什么物件？啊，即个毒素引起咱的病嘛，吼！啊，咱这个病以疾病来讲，吼，疾病咱该拆开，一病接了一个病里头加一支钱，哎，钱是从外口射入来，吼！所以呢，这个从外口射入来，这叫做外感，这是中医的病机了，吼！外感外口入来，引起咱的迄个破病的原因，吼！啊，另外一个病呢，病是啥？病就是病字头加一个病，病的意思是心肺的意思。所以拄则这位先生讲了真好，真好。伊讲这个心情，吼、哦，甲病有关系，吼、哦，好、哦。啊，这个接了咱所有的外感呢，哈、哦，外感就是讲风寒暑湿燥火，啊、哦，这是外来的引起的破病。啊，这呢，啊、哦。以中医来讲吼，叫七情来伤。哦，七情是啥？喜怒悲思忧惊恐。啊、哦，这是引起咱病。啊、哦，七情来伤。好、哦，啊，咱吼这个毒啊，吼，咱倒来毒，嘛该分作安尼，为外口来，为内底来。啊、哦，这个、毒咱来该探讨一下。啊、哦，所以这个外感的毒物有是啥物物件呢？哎，这像讲，细菌啦，哈，啊是农药啦，哈，啊是重金属啦，重金属哈。哦OK， 这种外口就咱家里吧，哦，啊，这个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啊，这就是迄辐射能的污染，好、哦，啊，这电磁波，好、哦、，OK， 再来，哎，咱的迄个食的物件，我们吃的食品不是吃的食物啊、哦，所以有很多的添加物，有塑化剂啊，我下面上次的毒奶粉、毒淀粉。哦、啊，蓬松剂一头堆加加入去咱的食物内底，吼、哦，迄食品内底，啊、哦，影响到咱的身躯的，啊、哦，这是毒物。啊，搁一个，哎，唔通袂记哩，这是啥？
这啥？油啊嘛吼，油啊嘛是毒一种。啊，车吼拢是毒物咯。拄仔咱讲过，都是毒物啊吼，因为引起毒素嘛，对不对？所以这毒物呢，伫咱的身躯内底吼，拢会引起咱身躯内底毒素。什么款毒素？自由基。哦，自由基可能各位捌听过对不？好，捌听过，小探咱来小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自由基？这毒素。啊、哦，就你去予蛇咬到，啊、哦，去蛇咬到，唔是蛇对你的伤害，自由基对你伤害，伊的毒素对你伤害，啊、哦，但是这自由基哦，你像讲塑化剂，有人讲啊，我来食三十年塑化剂，我也无安怎，啊、哦，三十年后，伊有一天破病，可能生癌还是啥，伊还阁未去想到塑化剂，因为三十年，啊、哦，为什么？因为这咯吼，慢慢啊，慢慢啊累积起来嘛，对不对？啊、哦，慢慢啊累积来，像农药、重金属嘛，慢慢啊累积起来。哦，我咧甲患者咱台湾来吼，咧检查这个头毛看重金属啊哈。其实咱台湾人足侪重金属的污染，很多的。但是呢，伊表面上还佫无破病嘛，佫累积落去，那有可能。可是呢，伊破病，伊嘛也唔知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哈、哦。就是讲伊慢慢啊累积起来，啊、哦，自由基，你看即马这个自由基是安尼一堆啊囝尔。OK， 咱看下卡。拄仔讲外感，这就是内伤了哈。啊，内伤一个上较有名就是啥？这个人在做啥？这个人在做啥？《西游记》嘛。啊、哦，好、哦，为什么？因为伊家己游记派去不好多，将咱身躯的废物啊哈，来给排掉嘛。排不掉就是咱的毒啊，迄就是毒啊嘛，对不对哈？哎、哦，足毒的哈、哦。啊，所以这一礼拜要洗几遍？洗几遍？三遍。啊，一遍洗偌久？时间真久嘛哈，啊，洗到人生拢本来是彩色变乌白去啊，因为无都出国啊，对吧？啊，无都上班呐，啊，所以伊老公啊，对这个人生已经失望，伊无想要继续洗落去。各位知影，伊会当冻几摆无去洗无？伊无想要阁洗油脂，一礼拜要洗三遍嘛，一礼拜四点钟久，啊，伊呐哈，已经对人生绝望。不爱洗，伊会当冻偌久？冻一礼拜尔吼，等三摆无去洗，伊就还阁昏去，啊昏去若无阁洗，啊就一定要翘起。哦，所以这个毒有毒无？啊，伊若无去洗，敢若会算冻一礼拜尔？有毒无？有毒无？有比拄仔头前迄个较毒无？哦，咱家己内底身躯内底产生的毒，我都排掉。哦，伊是遐尼毒，对不对？哦，啊，这个毒干那这嘛，还阁有无？你看这个囡仔表情，哈、哦，伤心啦，惊恐啦，哈、哦，忧伤，哈、哦，悲哀、焦虑，哈、哦，加愤怒，这是拢咱内气，都要在讲的七情内伤嘛，啊、哦，咱的情绪嘛，啊，会先这种的，啊、哦，咱的情绪啊，哈、哦、，OK。啊，这安那，这是咱内伤的毒物，就是讲咱家己内底产生的毒物，哈、哦。这个毒物呢，伊赶快买去，诶，引起自由基，嘛有产生这个毒素自由基。啊，各位看，这个自由基搁较侪有无？比拄只我挑工个胃较大大，哈、哦。啊，这个内伤的毒啊，有当些哈，咱讲哈，惊死人无伤，哈、哦，有无？咱听到捌听到讲啊，一个迄个公司的大老板吼，啊前两天啊，人伊足注意伊的健康，拄啊去检查伊的身体，啊抽血啊，迄、那个所有的健康检查拢是蓝字啦，无红字，拢正常。你是安怎？那昨昏迄顶礼拜去检查无代志，可是伊昨昏吼突然间猝死，有无？捌听过这款故事有无？啊、哦，大老板嘛吼、哦，为什么他猝死了？前几天检查都无问题，啊，我即马为什么猝死？什么原因？啊，啊，咱讲伊压力对不？他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嘛，哈、哦，他可能很多的焦虑、焦急，这些都是什么内伤嘛？所以哈、哦，所以这个足大的，因为这个内伤产生自由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咱现在看给是安那多哈，你看，好，先来看哈、哦，这个自由基，因为既然哈、哦。自由基是咱身躯内底吼上重要一个毒素，吼、哦、为外感内伤，外口的迄个毒物内底甲你产生
是经书所产生的问题，拢会产生遐尼侪自由基。所以咱来了解一个自由基，为甚物伊来损害着咱的身体？甚物叫做自由基？咱知影，这宇宙中间所有的物件拢是化合物，除了金属，除了金属类，拢是化合物。像这个桌子，伊拢是纤维素、碳、氢、氧的化合物。哈、哦，像咱衫裤今嘛足侪迄个化纤，那个都是石油的那个副产品。哈、哦，它也是那个有机的化合物出来。啊、哦，这拢是化合物，化合物拢是哈、哦、化合物哈，拢、哦、是。原子哈、哦，结合两个以上的原子结合的分子，这叫化合物啊、哦。像咱这都是氧气，对不起，啊、哦，这是氧气，氧气哈、哦，它是两个氧原子，两个氧原子结合起来，并做起了氧气的化合物。啊，这是水，水哈、哦、是一个氧气，啊，加两个氢结合起来，并做水。因在结合的时阵啊，哈，拢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伊这外靠哈，原子内底有原子核嘛，我们的原子弹呐、啊，还有那个核子核能啊，哈，拢是这个原子核的作用了哈。原子核伊有正电，哈，像咱这个电是这个电柱底下电线内底走，哈，这是个电子，电子有负电，有负电，啊，一个哈，一个氨电的。那个原子安定的分子，伊内底正电，只那有十个，啊，伊外口这个负电嘛是有十个，吼、哦，就是正电、负电、平侪拢同安综合掉是中性的。伊若要化合的时阵，外口吼，这个电子拢爱变做八粒，啊，八粒我家己都无够八粒，是要安那有八粒，咱就两个来共加。哦，像这个氧气外口吼有六粒，啊，我都吼这两粒，咱两个公家，我这粒搁甲你公家，这粒搁甲你公家，吼、哦，啊，公家咱的电子吼、哦、有轨道，底下的原子外面的轨道底下在斜，底下在斜，哦，高速的去旋转，啊、哦，啊，这个电子伫我家己这斜，我去你遐斜，安尼就公家啊嘛，你的伫你遐斜过来我这斜，安尼就该公家。啊，公家的目的就是让我这个电子那个轨道哈，都有两个成双成对，成双成对，就像讲，哎、欸，一个家庭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太太，双双成对，家庭圆满。啊、哦，结果呢，哎、欸，即马这个家庭啊，招来一个小三，贴一个电子，啊、哦，是安那那也招小三来，因为这个氧气。咱伫个细胞内底，咱细胞有一个真重要的发电厂，就是啥？粒线体、粒线体，啊、哦，这个发电厂爱予咱有这个能力来做代志。像我伫只讲话，发电厂伊在发威吼、哦。啊，恁伫只坐点遮，吼、哦，嘛是发电厂爱发威。啊，咱暗时食宵夜，啊、哦，困起啊，心脏继续跳，啊，咱个迄个细胞继续在呼吸。啊，我食宵夜伊甲你消化，这拢有需要。这个迄、那个电嘛，能量嘛，哈、哦，而、啊、且、这个、能量拢是伫粒线体内底，啊、哦，这个氧气燃烧葡萄糖来产生这个能量，啊，这个中间呢，这个粒线体内底有足侪迄个电子，哈、哦，伫粒线体内底走来去，走来去，走来去，伊将有法度和这个能量，和做 ATP 来产生，啊，这个中间呐、啊，哈、哦，伊这个电子量足侪，啊、哦，所以用未起，啊、哦，大概有1%至3%。电子足侪用袂起，用袂起呢，伊就去给打伫咱的这个氧气的上面，啊、哦，就跑一个小山上来，就个打起呀。打起这边有八粒，哇啊，这边都剩七粒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伊都无需要搁给伊啊嘛，伊无需要搁给伊啊嘛，因为我有八粒嘛，我无需要你的，啊、哦，这边有需要，其他我无需要，所以变成孤单，啊、哦，这都是一个家庭找一个小三来。小三来就不成双不成对，一定要有一个要孤单的，哦，这是一种这种状况啊。这个不成对的电子，也有无成对的电子，这就是自由基。啊，这就是水啊哈。咱知影，让日头晒了会黑斑，会有迄个皮肤感，有无？啊，啊，咱有迄个辐射线啊，像福岛的那个核电厂爆炸。了后，迄、那个辐射线，咱就惊啥？咱也生癌啊！
为什么？因为辐射线呢，哈，更会伸到我们的那个组织的深部了，哈。啊，日头晒，好是皮肤顶管的细胞顶管的水，咱那个咱的细胞内底足侪水，对不对？啊，咱的水，哈，受到辐射线、紫外线嘛，哈，伊会将这个咱看清楚，会卡好。一个氢原子会给扭转去，哈，氢原子。即嘛，这个氢啊，吼，有一个正电，有一个负电，溜走去。啊，伊只种个剩一粒电子，有单独的电子，这都是自由基。这都像讲吼，一家厝，啊，某两个好好，结果呢，太太对人走去。安尼，先生孤单无？孤单。啊，这个厝会安定无？未安定，所以未安定要安怎？像这吼，加一粒的小三入来，这个厝嘛，吵吵闹闹。啊，这个厝孤单，所以一定要想要安定啊！自由基是一定想要安定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要改善伊安尼状况啊。这个叫做自由基，咱来看，这哈咱叫做超氧自由基啊。超氧自由基哈，因为伊有不成对的电子，所以咱拢用一个这个豆豆来标识。啊，伊这是因为互人打击了嘛，迄个电子起来，所以伊有一个负电，有一个负电啊。啊，这呢，伊走掉的是一个。那个中性的，所以呢，一虽然一是自由基，我不成对电子，可是呢，它不带电哈，所以自由基哈不一定带电，大部分的自由基是不带电啊，不带电。为什么我底下甲各位安尼讲，他用力讲哈？因为这些医生底下都脑都冻掉哎，被那个自由基的定义啊哈冻掉，说自由基都是有不成对电子。所以他以为有不成对电子一定带电 ，no 不是啊、哦，不是啊因为安尼想法，所以对自由基的了解的不够就近啊，今天让大家哈比医生更加高，快了解 ，OK 好，那我来来看卖啊哈，啊，咱讲自由基啊，都大家怎样活性氧了哈啊，其实哈，咱这个迄、那个哈很多的东西你们看到哈，像这个臭氧、酸氧水。单太阳次氯酸，因这哈头前拢无痘痘，无痘痘，所以他们没有不成对电子，啊、哦，可是呢，你知道一定也当杀菌无？那也当用臭氧来杀菌无？哎嘛哈，啊这酸氧水也当杀菌无？哎嘛，咱依照哈医生用酸氧水在消毒嘛，对吧哈？啊这有的人现在用这个次氯酸来迄个杀菌呐，啊，伊也当杀菌。也当杀菌的也胎细胞，得辛苦来对的胎细胞，也就是说，加的物件哈，因的氧化的能力，哈，也比氧气更加强。安尼呢，就怪叫做活性氧。啊，自由基呢，一当然呢，因为它很不安定啊，所以它的氧化能力，它会抢人家电子嘛，抢电子就是氧化了哈，也更加强。啊，氧化的时候，咱的组织就败坏了，酸败了。哦，会很强，也就强哎。啊，因这个虽然不是自由基，可是它比氧的氧化能力强，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活性氧。好、哦，安尼怎样哈？啊，这是咱辛苦来的哈，每工弄的作用的这个自由基、活性氧。所以咱的常来的讲自由基，自由基等于讲我讲买啊买啊哈，有可能包括乌买、白买，哈啊买工买无。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码，就叫做码，啊，自由基一样有很多种不同的自由基，自由基本身是一个统称，安尼有了解无？啊，自由基不是干那一种啊，所以讲吼，后尾大家今仔日哈，对自由基更了解一撮，会比医生更加牛，啊 ，OK， 好，咱们来看哈，啊，咱这个自由基，做者自由基是这几种是伫咱的身躯啊，上盖达刚的作用的，达刚一定作用的，所以自由基啊伊的。强度排行榜，就像氧化能力愈强，伊就毒性愈毒嘛。啊，上要毒的是啥？拄只看这个强基自由基有无？迄、那个水啊，吼抢一个氢原子走去，会记了是抢氢原子，不是正氢跑掉，不是抢氢原子哈。因为氢原子走了后，也变作强基自由基，这个上毒。咱来看卖哈，这个自由基，那伊毒啊，啊自由基为什么会伤害咱的细胞？好，咱来看，咱这个是强基自由基，对不？就是拄只这个水，一个氢原子跑掉了，那
咱讲的讲自由基都是有不成对电子，所以他要找一个电子来让自己安定。所有的迄个医学的迄个期刊啦吼，刊物，也是科学刊物，拢安尼写，拢安尼讲，吼，拢安尼写，拢安尼讲。所以呢，所有医生，所以足侪人拢认为讲啊，他就抢一个电子回来。咱看嘛，伊抢一个电子回来，变作安怎？他抢一个电子回来啊，他这个电子是成对的嘛？当然不是自由基嘛。啊、哦，他真的不是自由基了，可是呢，他安定了没有？有安定无？有无？有无？有安定无？找一个电柱入来，哎，电柱是有带一个负电的嘛？啊、哦，咱的电线为什么有电？就是这电柱一直安尼走来走去，安尼为这边走过去边，安尼电就为这流过遐去嘛？啊、哦，为什么？因为伊加一个负电嘛，加一个负电有安定无？不安定嘛，一定爱好安定，爱安定要安怎？爱抢一个正电回来嘛，爱搁抢一个正电，伊才有法度安定嘛，吼、哦。啊，所以咱这个宇宙中间，拄好有一个正电，甲一个负电的物件是啥？氢，就是伊嘛，就是氢嘛。所以伊要抢的是啥？伊搁抢一个氢回来，伊就变作水嘛。咱拄啊想讲，咱这个水是安怎变作强基自由基的？你就知影，伊要转来，互家己个安定起来。当然，我走掉一个氢原子，我阁回来一个氢原子嘛，哈、哦，绝对袂使讲哦，我抢一个电子而已。因为很多的医生、很多的科学家，只有停在这里，啊、哦，就停在这里说啊，自由基因为少掉它有不成对电子，所以我要抢一个电子让自己安定，只说到这里。不够就近嘛，不够就近，咱若要用安尼来治病，那就治一半治袂好嘛，甚至有百害嘛，因为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安定的物件嘛，哈、哦，这都是啥？这都是像咱那个水电解的时候啊、哦，可能这位那个他这位先生哈，他一定很了解，水在做电解的时候，通电的电解有一个正氢啊、哦，跟一个负的氢氧离子。这个不是安定的，因为安定要搁抢劫，哎，一定要搁找一个正亲回来嘛。你别照讲我太太走去啊，我都足无安定，我都拿起他娘话回来，安尼我都安心嘛，我都安定啊，对吧？唔是啊，唔是拿起他娘话回来袂使啊，我嘛是爱抢一个人回来，抢一个查某回来嘛，啊、哦，对吧？所以自由基真正爱抢的是啥？氢原子啦，啊、哦，可自己还原会变成水嘛。啊、哦，他要抢氢原子啊、哦，是要抢氢原子，不是就抢电子，抢电子不够的啊。抢两下袂使，你还抢一个人倒转来。OK， 啊，伊要去倒抢，因为自由基是咱身躯内底产生的嘛，哈、哦，伊要去倒抢。咱看嘛，伊要去倒抢氢原子，咱看好了哈、哦。咱人嘛，哈，动物、植物拢是生物嘛，啊，生物拢是有机化合物组成的嘛，啊，有机化合物都是什么物件？合作有机化合物。然后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啦齁啊是讲蛋白质脂肪加隆中合之有机化合物嘛齁。那有机化合物的主要的那个成分就是碳氢氧嘛。你看嘛齁碳是一个做一个骨架齁。啊边要挂边要东西哦几个两个熊就两个几个这个氢嘛。啊碳的旁边都有很多氢嘛。所以咱身躯来的我们全身的组成的元素来的熊盖这些都是碳啦。哎，对不起，氢啦，氢啦，哈，上盖接头是氢啦，啊，因为这个氢啦，哈，很每个地方都会有，哦，大概63%到65%都是氢，啊，上盖当然是啥？最重的是什么？不是那个碳哦，不是那个铁，那些都是微量元素，啊，氧对 ，OK， 很棒。为什么氧呢？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太多水了吧，对吧？那细胞来对我这最70%嘛，哈。啊、血液来的不都是也都水吗？所以咱身躯来的最上多嘛，啊，最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氢跟氧嘛，啊，氢很轻啊，啊、哦，它的那个分子量就一，对不对？啊，然后原子量了哈，啊那个氧呢，16嘛哈、哦，所以吼、哦、上重的都是氧啦，啊，上多的都是氢，所以哈、哦、自由基要去抢氢原子有方便无？就方便的嘛。哈、哦，伊就到处去抢嘛，哈、哦，四界去抢就方便嘞。
啊，伊唱了后会安怎吼？像这吼唱了后，咱拄仔想讲迄水嘛吼，好好啊一个水，伊唱掉氢原子以后，啊，水变做啥？变做自由基对不？对不？拄仔水是毋是吼唱氢原子了后，就变做自由基对不对？对嘛吼？好啊，我即马我这个吼有机化合物嘛，啊，我吼唱氢原子了后，我自己会不会变成自由基？会嘛？哈、哦，恁太太走去啊！啊，你爱去唱，去倒唱，上紧的先唱嘛。我唱出面隔壁，阿、啊、姨太太往唱去，阿姨不安定嘛。阿姨爱去唱人无？伊嘛过去唱嘛。阿姨过去唱，过去唱。为台湾头一个唱啊，台湾尾，就问台湾会乱无？会、欸、嘛？对嘛？哦，阿姨这是或者连锁反应嘛，连锁反应嘛，对吗？啊、哦，连锁反应。好，那我们看。咱这个一个细胞本来就厚厚的，这个细胞膜哈，好，好安尼唱，好，那个蛋白质啊唱，那个上面磷脂质啊唱哈，然后呢胆固醇，哎、欸，咱的胆固醇足重要呢，哈、哦，大家唔通讲哦，只有胆固醇我唔食，哦，足重要足重要，你若无食胆固醇，你辛苦家己爱制作，啊、哦，像那个，食健康素的舒服。啊、哦，所以健康素都是无食油、无食钱，怎讲无食拢食青菜哈？一抽血，一身腹内底有迄个胆固醇无？有无？有，啊，佫足正常诶。我知影哈，我正常。啊，胃倒来，伊就无食胆固醇，因青菜、果子无胆固醇啦。伊胃倒来，胃倒来，伊身躯哈，黄豆哈，可能会有点啦，不过不是啦哈，它会制造啦。我们身体里面会自己会制造，哎，家己制造，胃都制造来。那你肝，肝最重要，也去制造这个胆固醇好来呐，啊，所以等于最重要。你看咱这个细胞哈，那无这个胆固醇呐哈，细胞我们一定要胆固醇，无伊会安定伊的功能，无头发威哈。所以我们当个我们听到胆固醇都喘个胃气，惊个胃气哈。OK， 好，安尼你看咱这个细胞膜，阿哥一个就是哎，伊的这个迄、那个多糖体咪去伤害掉啊，好。啊，这是干哪？咱细胞膜呢？啊，细胞内底呢，啊，搁足侪物件呢，哈、哦，迄足侪重要迄个器官呐、啊，伊会受这个自由基伤害派去无？哎嘛，对不？说为什么破病嘛？这个细胞害愈侪，啊，细胞死去，啊，死愈侪细胞，是毋是？这个功能就愈差，啊，功能差就是破病嘛，哈、哦。所以今日要甲各位讲哈，咱安怎好咱卖破病卖？卖迄、那个吼，那破病会个会好，会恢复正常哈、哦。慢慢大家听落去，爱家己生活底也开始有所了哈、哦。OK， 好，那看这哈自由基伤害了哈、哦。这血球本来是一粒一粒真完整的安尼，啊只外骨取出啊只连做血哈，啊所以这个功能一定血的功能较歹。啊，咱看这胆固醇，胆固醇呐、啊、哈、哦，本来人好好的，可是因为自由基伤害的关系，所以一变做结晶变成块状，这个才是有问题啦。啊、哦，胆固醇哈、哦，伯克莱哈、哦、有一个报告讲，胆固醇205至206的人较巧。咱所有的食物中间含胆固醇最多的是什么？啊，内脏，还有海产，还有没有？好，我们说鸡蛋嘛哈，一颗鸡蛋100克的鸡蛋含有胆固醇大概是220-230，很高，对不对哈？以为它很高哈啊，现在各位讲的都还也是高的了哈。其实最高的一个是什么？脑啊，猪脑2500啊，其他内脏可能700-800哈，然后2500为什么？猪脑、牛脑都很高哦，含胆固醇很高啊，就问一下啊。低脑、人脑、低脑、牛脑，胆固醇即管吼，人脑啊胆固醇会管无？同款嘛吼，咱人阁比猪阁较巧，对唔对？所以咱人脑内底胆固醇嘛即管的吼，因为咱所有的荷尔蒙吼，女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很多的荷尔蒙，还有神经传导物质都要胆固醇来制造，那维他命 D 是胆固醇，肝脏把它制造出来，肾脏把它活化，啊、哦，维他命 D，OK，、okay? 所以胆固醇很重要，胆汁里面的胆盐是胆固醇制造的，啊、哦，很重要哈、哦，所以这重要的物件，那也是在讲无嘛，啊、
啊，但是呢，伊拉属于崇拜。还佫一个最近很吊诡的事情，就是讲，那个国外有一篇报告，有一篇报道哈，讲哈，胆固醇205到208的人，长岁修。哈、哦，很吊诡哦。啊，咱即摆讲咧胆固醇降到八四，那到208，咱就降到八四啊。可是他们的报告是这样子哦。啊，为什么？咱想看麦高速公路啦，哈、哦。高速公路在一起头七八点吼，八九点，吼、哦，迄车足多的。但是呢，每一台车性能拢足好，每一个高速拢真守规矩。迄交通有顺无？会顺嘛吼？啊，差不多在一起头十点外、十点开始无什么车哦。啊，但是呢，有一台车抛锚，啊，也是讲出车祸，后壁交通有拍架无？有吼、哦？除非讲像讲这两天假日啦吼，高速公路变作停车场。啊无，车的性能好，大家守规矩，伊这交通拢会顺，啊、哦，所以咱来辛苦来电脑，无什么自由基，啊、哦，胆固醇稍微多一点没事，无代志，因为呢，它自由基高了，胆固醇变紧嘛，这变紧它出问题嘛，像这脂肪嘛是同款嘛，变紧嘛，变成安尼，黏个安尼大堆起来，我阿也是讲黏一大堆，啊，硫酸嘛是同款，啊、哦，哪卖有自由基，它不变质都没有事啦。啊，底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到包括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哈、啊，底物起来呢。所以主要问题不是出在胆固醇它高到什么程度，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自由基胸血管，哈、啊、，OK， 好，啊，这里先来看嘛，哈，咱呢血液正常凝固，一直就水的哈，啊，那讲有自由基的心都要去一滴一滴白白一格一格一格的哈、啊，这是自由基伤害的迄个图像，好，咱看嘛。来看麦，哦，这足严重诶，唔是拄下安尼几块尔，这一头堆拢是这个重度的迄个自由基伤害，啊，这是心咪情形，好嘞，咱看者，好，癌、过敏、压力足大、病足重诶，有肺病的情绪，有严重的失眠，这个时阵呢，自由基量都很高，啊，我有患者吼，即我改清自由基，啊，足侪人吼会当清啊足好势，但是呢。包括癌症过敏都会清得很好，可是呢，他哈、哦、负面情绪很重的人，哇、哦，自由基高那清就清就歹清哎，还得都在咱在讲迄个内伤外感的毒物跟内伤毒物有无？内伤毒物的自由基量最高，就是这样子哈、哦，用这样子来检查，怎样讲啊？这个负面情绪哈、哦、影响太重了，严重失眠了哈、哦，压力这些都是，所以哈、哦，为什么讲迄个猝死？猝死的大老板前几天做健康检查正常，啊、哦，伊就无做这個啦，做这個就知影讲哦，原来遐尼严重，哦，啊，紧得清咯。OK， 好，咱看卖哈，咱看足侪病啊哈，甲迄个子宫肌有关，因为呢，伊对这个细胞伤害了啊，损害啊，产生遐尼大个问题，哈、哦，一功能个失常，细胞会死去，粒线体哈损害去。你身体本来是迄个发电厂，发电厂了关厂，关愈侪，少年啊吼，少年啊会当担一百斤，哦，安尼老伙仔可能50斤嘛，有当下担袂起，对不？好、哦、啊，所以你运动啊哈，好、哦、要分龄比赛，不分龄的话，啊，年纪大的我要输年纪小的，哈、哦，这个是这个的问题。啊，酵素来变质，人心情新陈代谢就要失常，蛋白质变质哈，那都有变性病、自体免疫病哈。哦啊，免疫系统它只要有毁损的话，会紊乱，过激就会过敏啊，过低它就抵抗力不好。那 DNA 有毁损就产生癌症了，哈、哦，跟自由基有关的啊、哦。OK， 所以要清理自由基这块非常的重要，好吧哈？到时候我们要不生病，要让病好转起来啊，在、哦、清理自由基这块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跟这个、我们身体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几个自由基都很强的。哦，拢真强啊！爱心复活来对吼，每工拢有，什么病甲伊有关的癌啊、哦？动脉硬化、关节炎、过敏、白内障、气喘、压力、胃溃疡、感染、化疗、放疗，还有糖尿病、抽烟、经期、烟伤，还有大出血、中毒、外伤、重病、开刀，这些状况都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啊、哦。所以，反正身体有病啊、哦，身体有病的时候，自由基会比较高啊、哦。自由基管的心哈、哦，慢慢的会让你破病。所以它两个影响哎，啊、哦，会两个影响，是因又是果，啊、哦，生重病它也会激发起来。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哈，爱、哦、咱哎，好难健康，
多少公健康的那个要素就是那个自然权益力要回来了哈。那我现在来讲这么多的自由基起来损害的心态，所以咱也要让咱健康，也健康指导是要安怎？厝内底垃圾要喊你坐要安怎？厝内底垃圾喊你坐安怎？爱去扫嘛哈，对不对？要清除嘛，所以自由基给清除啊。啊，咱这边清除自由基用什么来清除？那用抗氧化剂，因为自由基就是在身体里面产生抗氧化，这就是抗氧化剂。那抗氧化剂通常咱来胃都来哈，咱讲这个叫 phytochemicals， 这个叫做那个植化，现在叫翻译叫做植化素。什么原因植化素？咱怎样就这些的保健品啊，很多保健品东西做抗氧化剂，啊，这保健品拢为植物萃取，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植物哈，它一朵底下阳光下生长呀，啊，大家嘛日头拢在晒。啊，植物也细胞有水分嘛，有嘛，啊，所以里头拍开时阵，因植物细胞内底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很强的强基自由基嘛，哦，啊，上帝讲我袂使好，我只喊你水的植物活，喊你炸的死去，所以呢，那个植物细胞内底就有很多清除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啊，这物件咱都弄种好做植化素，所以呢才会哈，哦，那个保健品由这个植物里面去萃取哦最。主要的那个成分，最重要的成分来做抗氧化剂，对不对？那就这保健品是不是安尼出来，对吧？哈，啊，问题也其实也在这里，也出在这里。我们看什么问题？好，我们很多的抗氧化剂，像这个维他命 E、维他命 C、花青素、OPC、维他命 B 哈、哦、辅酶、Q10 啊，这些都是抗氧化剂，蓝藻、绿藻、儿茶素啊、茄红素，这些全都是。啊，为什么因会当做抗氧化剂？啊，为什么？我那咱怎样？刚刚讲自由基要什么？它要强什么？氢原子。好，啊，这些东西它们有没有氢原子？因为植物跟动物感官都是有机物嘛，它们也都是那个有机化合物嘛，啊，对不对？啊，伊弄含碳、氢、氧嘛，像这嘛东西，碳、碳、碳、氢、氢、氢。这碳跟氢不下出来时，那下出来这种乱七八糟，歹就歹，就复杂的歹看。所以你只好叠一下，你家己吼，该画一个碳，脑子里面画一个碳，上面一个氢，下面一个氢，啊，这里有三个的，下面再画一个氢，啊，就是碳有四只手了，啊，有两只手没有画出来的，你就把它加一个氢；有一只手没有画出来，就把它加一个氢。啊，你各位知道吗？哈，好，所以哈，你这些东西就只碳、氢、氧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可以把氢给那个抗氧给自由基嘛，所以他可以做抗氧化剂嘛，对不对？对吧？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那个氢被抢了以后，它本身要变成自由基，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啊，它氢原子被抢，自己变成自由基嘛？所以为什么讲哎？我刚刚媒体跟你说，维他命 E、维他命 C 很好哦，那我们可以多吃。哎，过几段时间，我跟你说，哎，不行哦，吃多哈会有害哦。有没有听过？有媒体玩的讲过嘛？不行哦，不要吃这吃这哈，有害处哦。有吗？哈，要医生都唔知呀，无所适从。你到底是要叫我吃，还是叫我卖吃？你唔知呀，对不对？啊，你今嘛今仔知呀未？为什么它又好又不好？又好，是因为它是可以跟你清除自由基，没错。又不好，是因为它自己本身自由基又也是 对你造成伤害。哦，阿你喜不喜欢暖？阿你喜欢的话，保健品不吃那怎么办？那我想想看，我这个是从植物萃取来的呢。那我吃植物为什么没事？为什么吃？为什么我吃它萃取出来的东西有事？啊？有咖料啊？也不一定嘞，也可能很纯的萃出来的哦。啊，问题是在我们的植物里面的植化素，它好一个细胞含的植化素含的那个抗氧化剂不是只有一种啊，就好像维他命 E 的吼，维他命 E 但自然界哈，自然界你看我这边就已经有两种维他命 E 让大家做参考，有想到没有啊？不同的维他命 E， 这个有阿尔法、贝塔、德塔四个形态，这个阿尔法、贝塔、德塔四个形态，所以。自然界存在的维他命 E 就已经有八种了耶，哈，啊，我们就萃取了那个一种，我们就是说哈 ，D L 啊 ，tocopherol 啊，那个很好，哈，那你不要 D， 哎，不要那个 D alpha L， 那就不好，那个就是人工的，
啊，然后我那种是就天然的，问题是我天然有八种，你只有那么一种。啊，为什么天然界要八种？为什么要八种？为什么你只萃取那一种？你产生问题的是那一种，可是我天然界的我八种我不会产生问题。那千彩规矩的假干嘛问题？不问题嘛，因为有很多细胞里面有足侪无赶快的植化物，他把这个问题呀、把它解决掉了嘛。所以我以前在底边，刚还在底边的时阵哈，现在是有很好的这个直接用氢来处理的哈，很好的那个抗氧化剂了哈，那样子的保健品，以前都没有啊。我不敢自己乱吃，也不敢乱给啊，我要搞还在底了，不敢啊。所以我有两个仪器哈，我这两个仪器就由他们来筛选，来找出好的啊，可以去除这样子的问题的，配合起来啊，来给。对不对啊？现在好，我就很方便了。我吃天然植物啊，就吃唯一的很好的就 OK 了，其他我就不要了，因为我就是不要这样子。我们天然植物里面啊，上帝给你配好好啊啦，无这个问题啦。所以啊，搁一个广告词，就是天然的上好哈，天然的上好 OK。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好。这些我哈，我家几本书哈，在这我们这边可以买得到。最后哈，我二十几年做这自由基哈的经验来跟各位分享。我看这好多，你也是清毒高手，不是叫你说医生是清毒高手，不是，是你是清毒高手。希望至少80%以上、90%以上，你也该的健康自己可以把关，好不好哈？那有的话，我们在那边跟我们阿娇哈，他就嘿那边就有，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哦，再来一个啦。我这妈妈的就搞少哎，可是呢，我还家里的就搞歪。我讲好那什么扫不清去，对吧？所以我要清除，清除之外啊，哈，安尼不好搞啦。还有什么？垃圾要减量嘛，你不减量，我怎会使？对不对？都同意吗？唔喊你搞歪啊，我自由基较袂喊你追哈。所以这要怎么办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减少外感毒物进入体内，对不对？所以呢，哈，咱第一，哈，咱的洗不来，咱的饮水，咱的空气，愈清气愈好嘛，对不？这个环保最重要的。然后咱哈，这个民政府咱接种了啊，大家哈，环保要做好来，好唔好？啊，那一定要做好哈。好来，再来第一条是啊，如果有化学成分的，什么霜啦、乳剂啦、什么哈油啊啦，像哈，这是。因为抹在身躯，伊嘛会接触，会吸收嘛，吼、哦，尽量减少较好啦，吼、哦。再来，就是讲，再来一个就是内伤毒物，负面的情绪，它所激发的自由基最多，啊，你负面这个情绪，伊的自由基上爱侪，啊、哦，就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款？叫做负面情绪。你悲伤有负面无？啊、哦，愤怒，啊、哦，愤慨，啊、哦，啊是讲失望。这种负面的情绪，你不快乐吗？啊、哦，伊所产生的自由基上多，伊这是咱健康的土石流，健康的土石流，负面的情绪哈、哦，这上多，因为它产生的这个自由基上多，垃圾物上多啦，啊、哦，上个胃垃圾物都是这個，啊、哦，伊这是猝死的主因，啊、哦，咱讲压力嘛哈、哦，就这個，伊检查无问题，啊，结果呢，怎样猝死？为什么？咱讲伊压力啦，伊压力足大个嘛。哎，公司要大到办，压力足大个嘛，对不对？哦 ，OK， 好，来，所以哈，咱看这个负面的情绪是新冠负面情绪了哈，哦，有这个压力啦，还是讲失眠啊？你困眠无好，精神压力、感情的压力，好，啊，恁讲哈，七情内伤都是哈，喜怒悲思忧惊恐哈，啊，因是伤到啥啊？喜伤肝，怒伤，喜伤心，怒伤肝，悲伤肺思。伤脾、忧伤肺、惊伤心、恐伤肾。好、哦，那你讲哈，林黛玉嘛哈，悲悲忧忧，所以她肺不好嘛哈、哦，对不对？啊，你有患相思病，病都加倍累呀嘛哈、哦，对吧哈？崩到加倍累呀哈。哦，啊，大怒就三纲哈、哦，啊，惊死伤心啊、哦，啊，你来惊，很恐惧害怕了哈、哦，对油气就不好诶哈、哦。啊，人讲欢喜欢喜是哪伤心？欢喜是足好诶代志啊，啊，为什么伤心呢？你讲迄听卡今麦安怎死个，知哦？笑死个，对吧？伊伤欢喜，吼、哦！啊，你去拍麻将，
拍拍手来嘛，自摸，啊，欢喜一下，有当心中怎个定起，有无？啊，来讲一句话叫做乐极生悲，哎，就是安尼哈。OK， 就大怒了哈，伤肝大喜伤心。OK， 啊，大忧，这就是很大的惊恐。这像有一些这样子的情绪，自己都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每一个人都有，但这个情绪你赶快很快的抒发掉它，它没有事的，没代志的哈。所以《素问·举痛篇》有一句话哈，伊讲啥？叫做百病生于气也，啊，百病生于气嘛哈，这个气。咱不是在中医在常在讲哦，你气血不顺的气，不是这个气啦哈，是什么气？多好，您头看到是什么气？百病生于气是什么气？啊？哦，怒气、怨气、嫌气、闷气、戾气、丧气，啊、哦，都是很不愉快的情绪，啊、哦，什么气？妖气。哦，妖气哈、哦，哦，对对，我们感觉今嘛台湾人啊妖气较少哈、哦，哎，啊妖邪哈，好，那我们再看喽、哦、哈、哦，所以哈、哦，咱都爱哈、哦，扫除心灵的垃圾，这个才是做内在环保啦，啊、哦，内在环保，不是讲干那哎去穿长啊去洗大长哈、哦，要做心灵的清除垃圾哈、哦，好，那看一下哦。这日本哈筑波大学村上和雄教授有讲一句话，伊讲哈基因呢也会随着人的想法而改变。那你想问那个基因，老母生出来都是安尼啊？伊讲它会随着人的想法而改变哦，啊，啊改变会变怎么样？啊，啊，咱多唔是咧讲树那个举痛吗？百病生于气嘛，就是这些气嘛，对不对？啊，这些气是怎样？都是很不快乐的气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有这些负面的想法，基因要变坏嘛？啊、哦，你的基因也变坏嘛？啊，基因变坏的话会怎么样？会长癌症哎、欸！啊、哦，各位哈、哦，你们今天换个观念一下，嘿，癌症不是讲爱吃一不毒哈，爱吃什么重金属啊，是什么哈来的？那些也是因素之一。咱物件愈清洁是愈健康啦哈。哎，那癌症哈、哦，不是只有病毒，像 B 型肝炎是病毒，对不对？子宫颈癌是那个人类乳突病毒，哦，不是只有这些病毒，不是只有吃，这个很重要哈、哦。这个，它基因会因负面想法变坏。你老安尼悠悠求求，很多癌症的人的话哈，其实你们该探讨他在发生癌症的前几年他的心情，他，哈。会怎样？哎，不开朗了。对，他不开朗，他很有无力感，他很想做什么事情，他闷在心里头，他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限制多半是自我的限制，啊、哦，所以他是非常的在痛苦当中的。我那本书里头有提到这个，哈、哦，对，所以哈、哦，这个。负面的想法，它会变坏哦，哈。可是我们想一想，哎、欸，它会变坏，会不会变好？有没有可能变好？哈，既然是负面的想法会让基因变坏哈，可是咱的正面正面积极，啊，快乐、心悦，这个太多，基因一样会变好回来哦。哈，所以哈，就这些。癌没还价了哈，像有一个咱阮医界有一个真有名的医生，叫做许达夫，伊是脑神经外科医生，伊有迄个大肠癌，开刀做化疗三个月复发的时阵，伊采取不要再用化疗了，不要了，他改变啊，他说他用自然医学的方法，家改变，运动改变哈，啊这个心情改变，伊再就讲没人，伊也无没人啊哈 ，OK。然后伊写册帮忙足侪人啊，啊，记者有甲伊问，讲吼，你帮忙遐尼侪人个中间，啊，有甚物款人是你吼帮无到的，无法度帮忙的。伊讲，那些不肯转念的人，吼、哦，大家拢对我赶快安尼咧食，对我赶快安尼做自然医学，
为人会好，为人袂好。食拢安尼食，医疗拢安尼医疗，治疗拢安治疗。袂好的人是因为安怎？不肯转念。所以最重要的是那些医疗还是转念？转念嘛，是吗？对，没错没错，那应该叫心灵移植，不是器官移植，心灵移植。说是转念嘛，转念他好起来了吧？我们再给他追回去，再追回去，他为什么致癌？是不是也是那个念？一样是不是念？哎，我是到那个三点半嘛，哈，三点。哎，我以为两个钟头哎，怎么办？后面还很重要的。上次说两个钟头，你没提早跟我讲一个半钟头。啊，怎么办？还有很重要哈。OK， 好，我们健康法则好。我们这里有一个赛斯健康法则，他说人天生就是健康的，像孩子一样哈。身体有了不起的疗愈力，就是我们有自然痊愈力嘛，对不对？哈，那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你的心怎么想，你的身体怎么表现啊？所以呢，内在的心灵是创造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成就，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情感情。啊，这些东西哈，好，所以我们健康之药，以前我们的功能性医学，现在就大家跟着我很快的这个念过去就好哈。说以前讲 what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怎么吃变成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对吗？这是我打的问号。应该是说 you are what you think， 念呐、啊，啊，你是怎么的念，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所以我们健康的那把钥匙是什么？爱跟快乐，哈，我们很快的过去，哈，我们所以我们要修行，一般讲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开悟之后的力行啊。你修行就是你悟到讲为什么让你破病，很多负面情绪嘛，自由基嘛，啊，自由基最多就是负面情绪造成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么开悟了，你好，你都爱力行，爱去走啊，你要去清除自由基啊，啊，你要减少你的那个自由基产生啊。哦，这些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要去做啊，让自己快乐嘛。啊，但是有人就说我没有办法快乐啊，我怎么办？好，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六祖慧能说：“一灯能出千年暗。”啊，千年哈，无人入去的山洞，暗飕飕，我一个人入去，灯压起来，迄鬼拢灯起来。好，所以呢，这个能不能快乐？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我即马快乐，啊，过去的痛苦，伊就可能无感觉到啊，啊。过去的痛苦就可能没感觉到了。好，那然后哈，就是说，哎，那就今天没有时间哈，我们就再念下去哈。这爱是一切，我们随时心存感激，对你的周遭的人，对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万物，我心存感激，我心存爱，我也感激自己，我也爱我自己啊。不管对万物哈，你尽量减少抱怨、批评、指责、挑毛病啊。不管对自己、对别人啊，或者对周遭、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减少啊，批评、抱怨、指责，也不要批评自己、指责自己，讲我那你不好啊，啊，我那这做唔对，那做唔对，啊，你是安那这做唔对啊，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差劲？不要，不管对自己、对别人，我们都不要批评哈。OK， 好，我们多欣赏。多悲悯，多赞美，多鼓励，赞美别人，赞美自己。讲哎，我今天哪里高？我今天大家上民政府的课，啊，我救家己，我救台湾，有欢喜无？有啊！赞美自己，赞美别人啊！你哪里高？你哪里高？我哪里高？啊 ，OK， 好，再来，不要强求，我们感恩一切万有啊！我们要回归大自然，接近大自然，爱一切大自然，因为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哦，我今天吃这个鸡肉，哦，我感谢这只鸡，谢谢它的肉给我吃，我因为我感激它，哦，我爱它，它也会它的肉给我吃，它也会爱我，哦，所以我因为我爱它的关系，所以我饲鸡的环境要改善无？咱现在饲鸡的环境对无？啊，哦，一个鸡人安尼几啊百只鸡给钱做伙，伊的生活环境会有歹无？哦，你怕他破病，给他煮抗生素，给他要让较紧大的煮那个喉咙泵，这样对吗？
你没有爱他，他不会爱你，他会回给你什么 ？H7N9H1N1， 了解吧？哈、哦，他会回这些给你啊，哈、哦。好，所以我们爱他，他也不会给我们这些东西哈。所以我们给自己快乐，也给别人快乐哈，好不好？好，这里是有一本书叫做哈《生命的答案》，谁知道了哈？啊，你说你跟那个水的结晶了哈，它会有六角形的各种不同的结晶啊。你说它是天使，它这么漂亮的结晶，你骂它的哈，就这么乱七八糟啊。你看呢、啊，这个水看感谢哈，不同的感谢。的字啊，看风景照片的那个结晶，好啊。猫王他有一个那个他的一首歌叫做《伤心酒店》啊，这个结晶看起来好像也、欸、这个心里好像也是碎了哈。啊，这个哎，披头是昨日哎、欸，就是这样的结晶。说这个水哈、哦，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它会有不同的结晶啊。他、哦、小孩子的那个在学校做自然课啊、哦，把那个饭煮好的放两边啊，两个饭放在瓶子里头，一边天天骂他，一边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结果呢，骂他的弟弟刚吵起啊，啊，我好爱你的那个饭哈，贵啊，刚刚个好好。哎，这个怎样哦？这人这个时间知无？知嘛哈？好，好了，所以哈，最大的疗愈在自己的内心哈。所以你细胞含70%的水啊，你不要那酸掉，你不要让你细胞的那个水变作安那的水啊。好了，你按到三点，你要让你这哈愤怒了哈，怨恨、忧伤、烦闷、恐惧，哈，让这个水激发出最强的强劲自由基，直接伤害细胞，还是你要，还是你要用爱、感恩、快乐的情绪，让水变成哈有美丽结晶潜能的水，使细胞永保快乐、健康又有活力。你把你删掉了。你要安怎选择？啊、哦，自己要选择。我们怎么样不生病？怎么样病可以好起来？好吗？哦，好。然后我们看，我们说我们让我们健康。啊、哦，我们前面讲过了。第一个，我们的细胞要结构要完整，对不对？啊、哦，不要受伤害，对不对？啊、哦，这个是属于物质的层次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最重要的就是咱的心灵的能量。要有正常失衡，啊、哦，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怎么样？哎，它一个功能这样正常发挥，细胞一个功能有正常发挥，咱就有健康，啊、哦，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要做到健康，真正为健康，要这样子的完整，哈、哦。所以哈、哦，我这本书里面，我有提到蛮多的20多年你的闺女做抗老化经验了哈，啊、哦哦，不要讲啊，就仓促哎。各位安尼听，有了解无？所以我要让大家不生病，病人好，可不可以好？慢性病有没有机会好？迄个癌都有机会啊嘞，慢性病嘛是一定有机会吼。好，好，今天好，谢谢各位。好、哦、啊，不要讲啊，安尼足紧嘞吼，得赶回去啊。啊、哦、啊，希望大家哈、哦，真的能够真正的健康，好不好？好，那今天就说到这里。来，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5分钟。啊，中午有拍识别证的，可以过来我这边领哈，谢谢。啊，有上过高级班的，麻烦来我这边写一下资料。